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有机会再次来到 GMIC。我记得还很清楚，一年之前在 GMIC 广州的峰会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品牌如何去借助于通过品牌声量的提升来加大自己在整个平台上的影响力，从而与你的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过去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他们致力于在Twitter 的平台上去提升自己的品牌声量，去通过拓宽营销漏洞当中每一个环节，来加大自己在整个这个平台上的这种影响和能力。但今天呢，由于疫情在今年1月初疫情的这样一个发生，尤其现在全球整个疫情情况还不容乐观，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给我们的品牌广告主，尤其是中国的品牌广告主，如何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进行发声，如何持续的与我们的消费者之间进行互动？在线下的时候，我曾经跟国内的很多的品牌广告主都有过聊天，他们其实非常的犹豫，继续是和我们的这种受众之间进行互动，那到底谈什么？继续谈产品吗？好像又不是非常的合时宜，所以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困惑，所以我想今天呢，也借助于GMIC 这个舞台和大家来进行一些交流。我想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全球的这些品牌，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非常大家都感到很困惑，甚至很多企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是如何与他们的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互动。首先给大家看的一个例子呢，是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冰淇淋的一个品牌，它叫 Tanito，它的名字呢，它的产品的名字叫 Tato，可能是很多美国年轻一代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国外的这些品牌，它在 Twitter 上进行发声的时候，他们用的声调是非常自然的，他们不像一种发新闻、发 news 的这种感觉，他们更多的是与他的消费者之间进行互动。就是说，Tanito 他也在问消费者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你到底希望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声音？所以，他主动的与他的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互动，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发那些这种很精彩的那种这个冰淇淋的照片，是不是已经不是非常合时宜？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的 Twitter 上的平台的受众也与这个品牌之间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大量的用户的声音其实很简单，他们希望Tanito 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帮助他们暂时的忘却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受众，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他们仍然希望与自己的这种心爱的品牌之间能够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互动。世界知名的凯德也是 WPP 旗下的这样的一家咨询公司，他们在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了以后呢，在3月份，他们其实在全球超过30个市场，25000名消费者做了这样一个互动。他们的互动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的品牌广告主是不是应该去停放广告？是这个数据其实和大家想象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那数据的背后告诉我们，只有8%的受众认为这个时刻应该去停放广告。大量的消费者，大量的这些品牌的受众认为，他们仍然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与我们的品牌之间能够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互动。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营销的一个顾问叫 Brad 先生，他在这个业界有30多年的经验，他曾经在今年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过一篇这样的一文章，他提到，即使在这个经济回退的这样的一个低潮期，他仍然认为我们的品牌，其实过往有大量的这个数据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时候我们的品牌主应该更积极的与我们的这个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那美国银行高级副总裁这位Loi 先生，他实际上也是北美移动营销的这个主席，他其实也引用了这个 Brad 先生的这样一个推文，他提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经济的这种回退或者经济的一个 downturn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它需要我们的品牌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发声，去表现我们品牌背后的这种同理心，我们品牌的这种天性、品牌的力量以及品牌所能够继续提供给我们受众的服务。那这里面呢，我想给大家再共享一个 Brad 先生他在
福布斯杂志上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引用的一个插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时光往前挪10年，大家知道在08、09年全球爆发了这种金融海啸，对实际上对大量当时的整个经济，包括我们的这个金融，包括很多实体经济，都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来看08年到19年这10年的窗口，其实大家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也就是在品牌方面进行大量投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在金融海啸结束之后，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它的反弹的速度以及反弹的高度都远远超出了这个它相应的品牌，所以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比较。我们以这个 MSCI，这是全球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金融指数，相对应的这些企业来比，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的500强的这个企业，普尔指数标准普尔指数的500强的企业，比这个 MSCI 的指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反弹的速度大概超过了53%。如果我们来看 Brand Z，Brand Z 是一家 WTI 的一些 agency，它做了大量的这个对于品牌进行大量投入的这些企业，那它达到的这个反弹的速度，这100强的企业，如果和 MSCI 相比，这个品牌的力度超过了3倍。如果我们再来看 Brand Z 它的前10名的这些品牌，也就是说品牌方面做出了大量动作的这些企业，它的反弹的高度是普通 MSCI 这些企业平均值的5倍。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什么结论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你希望保持一个非常可持续的财务增长，尤其是在一些非常困难、对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或者说模糊，甚至给人感到困惑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更应该对你的品牌来进行投资。那过往大量的这些数据，可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Twitter 呢，我们自己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呢，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市场调研。我们也在去看，如果我们需要和我们的这些品牌受众进行互动，那我们到底是希望在哪些方面来互动？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大家共享几个排在比较靠前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品牌去在哪些方面？比方第一，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希望品牌能给我们的受众、给我们的用户以力量，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加油鼓劲的信息。同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知道社交平台其实已经成为用户获取信息一个最为重要的来源。那这里面我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个数据：Twitter 在2019年的4季度，我们的 MDAU，也就是可变现的日活用户，在2019年4季度，我们其实是年对年有21%的增长。那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第1季度，我们这个年对年的增长提高到2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用户会到社交平台上来进行信息的获取。所以作为我们品牌来说，我们这个时刻需要通过我们品牌本身的一些公信力，向我们的用户去提供跟整个市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信息，而社交平台可能会是你进行这种信息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44%的增长，我们来希望大家去提供这种践行这种居家隔离呀，包括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 这样的一些概念。那这些概念也是很多品牌在这个期间与它的用户之间来进行互动的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我们还有看到我们的品牌也通过社交平台与它的用户、与它的员工之间，通过一些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帮助他客户，来帮助他的员工。那这里面也其实占据了一个很高的比例。那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耐克公司其实在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呢，它其实在网上展开了这样的一个 campaign，就是鼓励大家，even 在家里，even 我们现在短期不能够出门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有趣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室内的运动。Jack Daniel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威士忌的品牌，他在推特平台上其实推出了一个1分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他其实想渲染的是说，即使在今天有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每个用户之间仍然心是连接的，他
在这个1分钟的短视频里面演绎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场景，比方说在家里打乒乓球啊，比方说在这个屏幕之间来进行击掌互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鼓励大家，宣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能量。那卡塔尔公司啊，航空公司呢，他们其实也在因为疫情期间，其实对整个球的航班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大量的航班被取消。那卡塔尔航空呢，其实用了一个叫 "Take you home"，带你回家这样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slogan 来进行它的 campaign，来在这个时候对它的客户、对它的受众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舞，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整个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种担当。我们说，对于品牌传播而言，目前这一段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时期啊，因为我们，但是作为品牌来说，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需要去了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消费者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他们今天的感受是什么，这一切成为接下来你来确定你的传播目标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说很多品牌，其实他们仍然很积极的想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来，但是如何去确定自己进行这种对话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那这里面其实是要去做很多非常好的冷静分析。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人们感到害怕，每个人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自己家人的生命的安全，担心全球经济的状况，担心自己的工作，担心他们的未来。他们也会感觉到更加的孤立无援，在这种时候，他希望能够找到他能够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对象。就我们发现，在疫情发生以后，其实我们整个，你们会发现，我们整个所有品牌的受众，他们与世界接触、沟通、联系的常规渠道，其实已经完全被受阻。也就是说，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这样一种真空，也就大家会突然闲暇出来很多闲暇的时间，很多在这样的一个真空时代，我们的品牌如何去采取一些正确的方式去来填补这样的真空？世界非常知名的公关公司艾德曼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Richard Adam 先生，其实一直致力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大概是3年前。他在一次这个公开的演讲当中呢，他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虽然跟今天的疫情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想可能描述当下，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一起看一下，Richard 先生他是怎么来描述品牌和他的这种关系的。他是这么提的：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人们将品牌视为象征着稳定的安全岛，所以对于这些有 brief、有信仰的品牌来说，我们的用户对它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根基有能力的。其实，埃德曼公司在后续的一些大量的市场调研当中，他们其实也发现，对于这些有 brief、有信仰的这些品牌，其实它的消费者对他们的这种消费粘性，往往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一些简单的因素去来调换他们对于这些品牌的相应的选择，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不确定、充满挑战的一个时代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品牌主，尤其是在进军海外市场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挑战、布满荆棘的这个道路上，因为今天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另外一种机会。前几天如果大家看了这个苏世民的一个对话啊，他其中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疫情终将过去。问题的关键是在今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去进行规划？我们去规划即将要做的是什么，以及最后可能恢复的是什么？我们要对将来要来去做一个相应的规划。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述，对于我们品牌主来进行品牌的沟通来说，其实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箴言。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分2个问来介绍一下我下面的内容。第一个形式就是说，刚才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即使在疫情这样的一个
情况下，我们仍然可能需要去与我们的受众之间保持一个非常有效、畅通的一个沟通。当然，我们需要对我们沟通的信息来进行这样的处理。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沟通？如何去把我们的品牌属性通过这样的沟通有效的带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3P 的模型。那这个模型是这样的。我需要找到我们品牌在整个这个沟通当中一个当下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可能需要用三个角度来进行阐述。第一个 principle 就是原则，什么是我们品牌背后我们最需要一直尊崇的这种属性。第二部分是 product，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可能推动着我们的品牌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在今天当下的这个情况下，如何在我们的产品和今天的这个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链接？第三个是我们的品牌的承诺，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品牌的一些动作去体现我们的社会责任，去体现我们这个品牌它相应有的担当？啊，这里面呢，我想这个3P 原则呢，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看几个全球的品牌的案例，看看他们是如何去阐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3P 的原则的。这个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百年老店，美国著名的汽车品牌福特公司。那么它的品牌最核心的一个原则，它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能够致力于提升全国的健康水平。作为美国一个超过百年的汽车品牌，它希望能自己尽这样的一份力量。那从产品上来说，它希望能利用自己的这种现有的产品线，能够去制造一些相应的产品，能够服务于当前的需求。那承诺就是它可以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努力，迅速扩大医疗物资的生产。所以呢，福特公司在今年的3月份它曾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它会联合 3M、GE 这样的一些公司去改造它现有的一个产品线，进行这个呼吸机的这个生产。这个对它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上的一个承诺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推特平台上也获得了大量的转发。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在截这张图的时候，大概是3月底的时候，大概这个短视频可能有，其实这个短视频没有什么特别视频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文字，只有5万多次的播放。那么昨天晚上我其实去看了一下这条推文，目前可能在整个全球大概已经有40、50万次的这样的一个播放的水平，所以引起了他和他消费者之间一个大量的互动。我是看到了一个美国用户的一个推文，他说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下一个要买车的品牌一定就是福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与他的这个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深入和有效的互动。Disney Plus 这也是一个最近在推特平台上演绎着巨大神话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他们 Disney Plus 是一个新的在amusement 这种娱乐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新军，他在去年11月份上线这个 Disney Plus 的业务，完成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奇迹，就是通过不到24小时的时间，完成了这个10个 million 上千万用户的这样的一个acquisition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业界的奇迹了。那在疫情期间呢，他们也重新来做了一些对它的这个品牌的一个相应的定位。从原则上来说，他希望讲述精彩的故事，带给人们相应的启发。那么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产品，吸引待在家里的孩子们能够更安心的待在家里，enjoy 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时光。同时在承诺上，他可能把一些本来需要晚一些时候上映的电影，通过一些具体的做法能够去进行提前的上映，所以这是 Disney Plus 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也在这个图片社交平台上非常有实力的一家公司Pinterest。那 Pinterest 呢，他们是通过这种创意灵感生活有点类似于国内的这种小红书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产品就是有层出不穷的这个 DIY 的这种创意。那么，在他给整个受众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承诺是什么呢？他会去提供更多的新颖、巧妙的一些做法，帮助人们在家里去打发这样的一些闲置的食品啊、闲置的时间啊。所以，这是 Pinterest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里面，他和他的受众之间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互动。
我们在线下和很多品牌进行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在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从哪些角度去和我们的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通过和大量的品牌的沟通以后，我们总结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支柱，或者说叫 content pillar。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从哪些角度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与你的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那么这里面可能包括四个方向，就是促进联系啊，加强你和你的受众之间的一个相应的互动，提供信息，帮助支持和这个轻松娱乐，会从这四个环节来进行这个相应的互动的支持。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促进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这种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去加强的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这个是可能很多品牌在今天的这个推特平台上进行发推或者进行品牌宣传的时候非常常用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应该说在国内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就大家在居家办公以后，整个在推特平台上，我们发现跟居家办公有关的对话增长了24倍，所以大量的人都在推特平台上去来讨论如何更有效的 work from home，如何在 work from home 期间来保持一个更加轻松、更加有效的心态。所以这里面会有大量有关 work from home 的讨论。所以我们很多相关的品牌，它其实也这样的一个声势加入到相关的对话当中来。所以这是我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TNT 他们做的一个工作。他们其实通过远程办公，通过 work at home 这样的一个模式，和他的员工之间来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来看看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去获得一些新的工作机会。Microsoft 他们现在推特平台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自己的担当，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在目前疫情期间，他们会提供所有相关的办公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免费提供这种远程办公的软件，来支持更多的人更有效的在家庭进行办公。那这个推文在推特上其实也获得了大量的这个转推。另外一点，我们其实也发现，就是大量的 B2B，包括 B2C 的品牌，他们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把活动举行到了线上。那这样的话呢，大量的线上的推文，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目前像很多知名的手机品牌，在过去的3月份，他们都举行了非常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活动。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继续去与他的受众之间进行沟通，并且在这样的一个线上模式里面，他们借助于推特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种产品，也使得他获得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声量，包括整个这个直播期间的视频的播放量也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值。我们看像 Salesforce，他们也利用这个推特品牌的这个直播室，过一会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产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室的产品呢，能够去进行大量的直播活动，凭借这样的一种线上的力量，包括他还导入了一些这种音乐嘉宾的一些表演，把一些线上的活动做成了原来线下才能有的这样的一些规模和效果。Adobe 他们也做了类似的，把他们的这个年度峰会也搬到了线上来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拓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技术公司，他们在进行这种直播平台选择的时候，推特都是他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仅仅希望用户来看直播，他们也希望用户在推特平台上能进行非常充分的对于这个峰会的相应的沟通。这是我们推特的品牌直播工作室，在2019年，我想今年2020年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大幅度的增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在2019年，这也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增长。我们有超过8000万的用户在推特平台上观看了有关品牌相应的直播。那么观看的时长呢，也超过了这个80.5万小时。这个是福特公司他们最近去做的一个纯电动 SUV 的发布，也是借助于推特平台来进行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更多的是说这种帮助方面的知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会给我们的用户去提供大量的信息，这个可能也是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与我们的用户来进行互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这是 eMarketer 谈到说，在疫情的情况下来说，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学习，所以这种时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一些原来收费的一些知识库拿出来与他的受众来进行互动，来增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学习的这样的一种密度。我们也看到像惠普公司他们也采取了举办了大量的这些领导力的课程，那么通过推特平台来进行分享。这样的方式呢，也是来去抓住这样的一个热点，与他的受众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第三部分呢，我想谈到的可能是一些帮助和支持。我们说，在相关的调研，我们其实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大量的用户希望我们的品牌在这个时候是 connected，是可以连接的，是能够对我们的用户来提供相关的支持的。那这个我们从推特平台上很多品牌的发声，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这样的数据。所以刚才我们的调研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超过70%的认为，品牌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能够提供及时的客户服务，这个将会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这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一个例子，因为大量的差旅人士，大家都知道，这种时候大家都有担心自己的里程积分、自己的这个在航空公司的相应的这个级别是不是能够受到影响。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去看一下。新加坡航空公司，他们通过推特平台第一时间去打消了客户的疑虑，也就是说，他会把相关的这种积分计划的有效时间推迟到2021年。那这样的话呢，也使得与用户间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互动，体现了他的担当，保护了他的用户在他这个program 上的价值。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谈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家的心情，我们说都是有些许的这种抑郁的，尤其在长期这个不能出门或者说不能与自己的亲朋好友聚会的情况下，所以大量的品牌呢也会用一些轻松娱乐的话题来去通过这样一种气氛与他的互动之间来进行互动。我们来看几个很有趣的例子。这是戴尔公司他们最近做的，他们在这个全国小狗日这样的一个活动期间呢，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推文就是一个，其实大量的人今天我们能看到很多人会带着宠物一起来跟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啊来进行开会和视频聊天。那这种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生活本身背后的一些快乐。所以我想简单总结一下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在进行品牌发声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去依据的四个方向，加强与我们受众之间的联系，向我们的受众去提供必要的实时的一信息，为我们的受众、为我们的客户去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又能够去用一些轻松有效的手段与我们的用户之间来进行一个非常轻松的互动。那通过这样的一些 content pillar 呢，使得我们的品牌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让我们的受众觉得我们永远是一个处于 connected 连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个我想可能对我们品牌与受众之间长期的沟通会产生一个非常有效的价值。好，我今天的这个演讲都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周总，您好。你好，哎，周总，非常干货啊！在我看来的话，推特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品牌的聚合场，通过里面能够看到品牌的万千，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内容在呈现。刚刚周总提到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人们将品牌视为象征着稳定的安全岛。那一个稳定的安全岛呢，它往往呢也有很特别的，它品牌的基调，这个基调传递给用户，最终都是通过内容来传递的。所以呢，我有个问题啊，想要请教一下窦总。我们知道呢，品牌是通过设计不同的内容来传递给用户，从而逐渐让用户去熟悉，建立心智上的认知。但今天呢，你看啊，在国内，我们在国内的话，有很多国内的企业可能想要品牌出海，对吧？把内容传递给国外的这些消费者跟用户。那反向的话，国外也有很多一些新的企业跟品牌在看重今天这个整个中国市场。所以我想问一下窦总，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品牌营销这件事情，在国内外市场的这个定位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的这个国内跟国外的创业者跟广告主？谢谢。对，我想，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觉得 content marketing 内容营销我想一定是在整个营销环节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其实我也跟很多做推特，通过推特来进行品牌推广的很多的一些品牌主也聊过，他们其实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推特可能会有一点难。那这个难度的表现呢，其实核心的就在于是说对于我们内容的把控与把握。所以我们经常跟推特的广告主聊，就是你做推特的时候，首先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内容的战略，或者说我们 content pillar，你要来梳理在推特平台上你重点需要去重点发布的一些信息啊，无论是你的企业的文化，无论是你的企业的核心产品，或者是说你的企业的一些相关的社会责任，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你在做推特之前你需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确认。第二点来说呢，我们说，当我们在做品牌，我们刚刚已经，其实我在演讲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推特其实我们经常说推特是一个实时性很强的品牌，那这一点上很传统的新闻，它有很强的这种传播能力。但另外一方面来说，推特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它又有一种跟用户之间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沟通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个品牌主，我们给他的定义，你的推文不应该是新闻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举的很多的例子，这些 content 都用的是一些非常轻松、非常接地气的一些方式，与我们的目标受众之间来进行一个互动，而这些互动往往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这一点，我想可能是我给中国很多品牌主的一个建议，就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布局，做一些挖掘。那当然，推特也知道，我们很多中国企业今天在出海，甚至或者说在品牌出海这件事情上，可能还在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刚才我其实也谈到了，就是说推特我们在亚太地区专门设置的这样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叫 Ad House，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做什么呢？它实际上，会帮客户做这几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帮客户去做很多内容的代加，就是我们很多品牌可能他会做一些视频，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深度的加工，让它更适合在推特的平台上来进行相应的这个传播。第二点，我们也会根据客户所提出的一些诉求，帮助客户来去制作一些相应的短视频。我想这一点可能是很多的品牌广告主可能没有想到，推特还会来做这样的一些服务。那第三个呢，也是在去年到今年的一季度变得越来越火的，就是我们的品牌一些大型活动的直播。那么这个直播，我们推特也会提供很多技术的支持，包括有些品牌因为时间的原因或者一些别的考量，他们会做一些录播的动作，那我们推特也会在后期帮这些视频做一些深度的剪辑的动作，让这些内容跟它的受众之间进行互通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啊。我想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